晚，关晓彤工作室通过微博分享了一组关晓彤出席公益活动的美照，还配文肩负责任，让青春绽放最美的光彩，公益同行，继续向前，正能量满满。照片中关晓彤梳着简单的发型，妆容精致，一颦一笑都充满着俏皮女生的味道，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，可爱十足。就是这身黑色深 V 装显得有些突兀，因为关晓彤本身的身材并不是特别傲人，所以这次的深 V 裙似乎并没有穿出该有的性感，事业线平平。此次关晓彤又大胆挑战起了深 V 装，不得不说这身装扮乍眼一看还是挺美挺有感的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